我们的口号是快速提高，奋勇向前，排除万难。高手一招快速提高，印度尼西亚的货币为卢比，是全球流通货币中价值最小、面额最大的几种货币之一。1万卢比等于1.517美元，硬币100卢比。人物是政治家、科学家和工程师约翰尼斯。200人物是印尼独立运动领袖曼根库苏莫。500人物是军事家和印尼陆军中将西马图帕。1000人物是政治家和第一任省长普德加。纸币1000卢比，正面是国家英雄巴蒂穆拉，背面是帝多雷岛。2000人物是印尼民族英雄班加苏丹安达沙里，背面是达雅族舞者南婆罗洲。5000正面是抗核斗争领袖彭卓尔，背面是职工。10000正面是巨港末代苏丹马哈茂者巴达鲁丁二世，背面是巨港传统立马房屋南苏门达拉省。20000正面是独立运动英雄中纳纳塔，背面是茶园西爪哇省。50000正面是巴厘岛民族英雄赖，背面是水神庙巴厘岛。10万正面是首印总统苏加诺和首印副总统哈达，背面是人民协商会议大楼雅加达首都特区。新版1000卢比，正面是雅琪民族英雄穆蒂亚，背面是跳着地法舞的马鲁古岛民和自然风光吉兰花。2000正面是民族英雄政治家谭林，背面是跳着盘着舞的苏门答腊岛女子西亚诺克峡谷和黄兰。5000正面是前副总理哈利德，背面是跳着港比勇舞的爪哇岛民和东爪哇省的布罗莫火山。10000正面是省长凯西埃波，背面是跳着帕雷卡纳舞的苏拉威西岛女子瓦卡托比国家公园的海底景色和印尼木兰。2000正面是政治家记者教师拉图兰吉，背面是跳着共舞的加里曼丹岛女子和黑兰。5万正面是第十印总理塔塔维查亚，背面是跳着雷共舞的巴厘岛女子和科莫多国家公园和鸡蛋花。10万正面是首印总统苏加诺和首印副总统哈达，背面是跳着巴达维舞的雅加达原住民和拉贾安帕特群岛的风光和白蝴蝶兰。